真的冷吗？真的冷。弟弟了。易安巅峰赛突破2500分，晋级全国第二。AG 超完会下来个云离上去个易安冲上巅峰第二，我看势必要冲个巅峰第一了。这一局易安玩的关羽，最近易安的关羽在巅峰赛也是猛的压批，几乎很少看到输，真就国易关羽。双方选完英雄阵容如上，易安这边拿的双边阵容，同样对面也是双边，此外还有个国服娜可露露。进入游戏，对线的是蒙恬，如果和蒙恬硬刚肯定不是明智之举，最重要的是拉扯。蒙恬在打小河蟹，易安一个马踏飞燕给他抢过来。一分半，河道发生团战，易安还没有支援到位，队友已经倒下两个了，然后决定和老夫子换线去对线马超，毕竟关羽非常克马超，因为关羽骑马。两分钟和马超单挑，完成单杀，我就说关羽克马超吧。三分半，下路发生团战，易安开着疾跑支援过来，虽然这一波易安没有 K 到头，但是他顶得非常快乐。五分钟，对面把龙抢了，这波团战是不得不打了，最后只留下了蒙恬，是被易安劈死的。七分多钟，看到残血的王昭君不回家，直接越塔给他拿下。八分半，中路团战，这一波被王昭君冻到，易安血量刷刷往下掉，最后被那可露露收下。十分钟，对面开龙，易安一刀没有抢到，却引来了杀身之祸，被马超带到了，使出鬼影枪，易安跑都跑不起来。折磨。复活之后，也让马超长异常无敌循环身不由己顶。13分钟，马超又来复仇，又给易安戳死。过了17分钟，中路团战，易安直奔王昭君，王昭君一个立地成佛，躲过了易安的身不由己顶，但是依旧没有躲过易安的野驴一刀砍。这一招貌似是未央哥的。接干净。包打可以拉一下，包打可以拉一下兄弟，马超在屁股。梦奇有大吗？有大可以装下那个马超，等会过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补个二。兄弟包打了，包打了，兄弟包打了，真的。还行。将近19分钟，以打龙来逼团，这一波易安非常卖力。最后一个头都没有拿到，哎，捆到马超了，兄弟，集火。Nice， 看一下中路干将，一丝。20分半，又以风暴龙王逼团，易安绕后，这一波打出那可露露复活甲，双方打了2换2。毁一个，看鸟，兄弟，鸟位置脱节。鸟货架，兄弟。看鸟。不能打就走，不能打就走，兄弟。哎，我接你。死了。还行，这样还能接受，兄弟。鸟那个二技能回太多血了。22分钟，上路又和马超单挑，依旧单杀马超。
我去三把刷一遍。马超死了，马超死了，兄弟！驯龙！兄弟，话都说错了。哎，把他们放走，不要留，哎，我的哥！没事没事，兄弟，中下尝试一波，尝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一波。打完风暴龙王后，开始压高地，对面没有抵抗的能力，拆掉水晶，拿下这局。易安、关羽是真的底 ，MVP 晋级巅峰第二。王军。王军舍，兄弟可以一波。那也是兄弟们，把线推进去一波，兄弟我去追马超。那也是兄弟们。好冷啊这里，我靠！我实在很开心，真的冷，我操！第二了。252。252。两万分关羽，懂不懂？我是老猫，关注我，感觉真的带你看更多 AG 选手们的精彩视频。